来看这个笔跟笔直的应用。哦，这里有个例子啊，他说现在有一个长方形的公园啊，在地图上的话哈，它长是六公分，它这个宽是四公分呐。而如果哈，公园实际的长度哈，它是300公尺的话，哦，实际长度300公尺，那么它的宽度呢是多少？那因为这个公园哈，这个图哈是公园这个等比例放大的，那也就是说长的比哦是等于宽的比，也就是说六公分啊哈，比上多少呢？比上300公尺，300公尺哈，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这个4公分，啊比上那个宽，宽我们用 W 代表好了，那我现在要把那个宽算出来。那这个你可以用什么？用比值来做，用比值做的话就是6公分嘛，比上300公尺，它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4公分，它比上宽 W， 那这样宽你就可以算出来，宽的话这个公分可以消掉了，宽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那个，等于好4×300公尺，啊除以6啊，6×30，啊520，就200公尺。